天他的状态还 OK 吗？不是，他今天状态不要，我要赢他就好。他试验交接的时候，跟彩妆师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比他漂亮就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新田，然后旁边这位是我的妈妈。其实每一款都是我宝贝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会每一款都很喜欢。但是妈妈她是旁观者嘛，所以她就会比较不一样，而且她对香氛都是比较敏锐。那她讲的意见我就会很重视，因为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考试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这次的是她比较喜欢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共同的话题应该就是狗，第二个就是我跟他订东西有人要，还有我自己要送人，对，这个比较长吧。对，他每天都会传他跟狗狗的互动影片跟照片给我看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享受这种温馨，对，所以我故意炫耀的，因为我就都在外面忙，然后他就觉得他有那么多狗可以陪他很幸福。没有，其实我其实会很想要就是跟他吃饭而已，就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因为妈妈标准真的很高，我很怕送错东西，所以我有点宁愿就是让他自己去买。然后但是好巧不巧是近几年母亲节都是他送我东西，对，因为我的生日跟母亲节很近，然后我生日他没有送嘛，然后就已经接近母亲节了，然后就会说不然去逛街，然后他就会买送我，因为他很觉得我赚钱很辛苦，就也不好意思让我花钱。终于说实话哦，各种事情都可以吵架，每天就是像比如说他要起床气的时候，跟他讲任何话也会吵架，即便说要请他吃饭，他也会说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，就是这个时间，你以为我是有胃口，我吃得下，或是如果你想要请他吃的东西，他也会说。你不知道我几岁了吗？吃这个东西我可能胃会不舒服，然后就也可以被他骂一顿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真的很危险。妈妈会知道女儿喜欢吃什么，但她永远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才是重点。她应该说我在忙，她应该讨厌我说我在忙。哎，现在是问我啊？对啊，你啊，你我猜的啊。叫她帮我带一下狗，我要出去，她都说我在忙。对啊，我在忙，就是没空，对，就这样，没空。这真的很生气，好生气，然后非常，真的非常，我受不了他。他就是他在生气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不要烦我，他就会突然说不要烦我，会很可怕。没有，我叫他住口，住口，对对对，住口。哎，我帮你修饰一下，你要自己讲，这样我也没办法。我会，我现在会，我会带，比如说随身香水，然后护手霜、干洗手是一定会带，然后蜡烛也会带，扩香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是液体的。所以我自己也有在想说，之后可能等疫情过后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旅行，我会出一些旅行包。因为有些人他自己在饭店的时候，他们会摆一些仪式感的香氛小物出来，很多人一直跟我反映，但前一阵子没有出，是因为大家也不能出国旅行嘛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等到疫情过后可以出国的时候，我会再做这方面商品。他的就是比较注重，养过狗，跟我比起来，他真的比较注重保养。我每一次做完任何活动或是拍完任何照，我就要收到他狂骂我的讯息。他最近他比经纪人还严格。那今天他的状态还 OK 吗？不是，他今天状态不要，我要赢他就好。他试验交接的时候，跟彩妆师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比她漂亮就好。”其他不在意，因为我难得出现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有道理吗？我真的很难送他东西，我必须讲。我也有跟他说过，不然你就要买什么你就买，然后反正我会付钱。可是他又不要，因为他自己觉得我妈是一个比较新独立女性嘛，她有点觉得她自己买得起就买得起，所以我就只能帮我包。干嘛？我没有办法真的帮他买东西，因为我怕买了他不喜欢。你们都是人家女儿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们的妈妈不心疼你们买的东西太贵吗？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当然啦，就是不会让他付钱买啊。对。然后他买的东西就很像玩具，我怎么可能要？我年纪那么大，怎么可以虐待自己收玩具？我两个月前就邀他了，然后他那时候他真的很难得答应，因为他平常真的不答应的，他很多他都推掉。那这次可能是因为是我的品牌，所以他愿意答应。然后加上已经很老了，再不出来就不能接。哦，有这件事请他嘛？可是因为我跟我妈就是常常会
斗争跟吵架，就是然后这中间呢吵过好几次架，我速度都觉得完蛋了，我应该要赶快跟我的公关说他那天不会来了，就取消。但是他突然就会冒出来给我拍他的定妆照给我看。不是拍他的定妆照给我看，因为他有跟我说主题要什么，我就赶快去买了。然后他帽子会给我看20张照片，就是说你觉得要哪一顶？是因为我跟他说英式庭院风，然后他本来给我找那种赛马的那种英式庭院的帽子，对，我就跟他说不行，他就说为什么不是英式贵族吗？但我后来说服他理由，我说因为这样会遮到你的脸，他才哦。参考英国凯特王妃的造型，这样哦，没有啊，他有拍几个给我看，然后我给他看凯特王妃嘛，我以为要看赛马。